哦，你真的是，你是有钱人的，可没去。你是怎样？可你，我冇啥样。你代表主持人哈。你知道我今天不？你有啦，你看了我紧张啦。瘦很多，身材变很漂亮哎。哦，谢谢。你个耳朵。光你这句话，我就会很准啊。 哎，等等，我刚才开始，破了那个你KTV啊，看一集不？变色的，对得起吗？现在无KTV啊，无变色。来，苗可丽代表主持人，来，对对对。我们琴瑟和鸣，我们一起来。好，第一次我会破一次。天光最近刚过。你两个当爹出来啦。 人家都还没有出来，你都出来，我都出来，你也没有，出来，你嘛钱啊！在出啦，啊，你要等我，恁这大人较主爱好不好？叫一个教会，哎，我是在唱歌，你是不是？那个，你等我啦，那个彩音，先把耳朵捂起来。哎，唱歌你啊，干嘛捂起来？肖老师讲错了哈，你别得意，听不差。好，第一次我会破，唱歌，唱歌，我跟你讲，卖你讲，真简单，你看一嘴。 一出来，开就出来。对啦，我若开你就出来。喂，我无讲啦，对对对。开啊啦！开啊！我头壳都开啊个。 看不起来，来，我这个较用的，我这个较用的，好来，看好啊，你好，你讲好嘞，我把你做你，我来骂你，预备备，对对对，我就想无啦。 开开啊！你有几少岁？哦，有够大！哎，我声音真好呢！哦，村长，你不要呢！你船长，你在要丑陋？不啦，你好啊！对啦，倒数开，我这么差气呢！你敢倒数开？开我就给伊叫人呢！是安尼吗？你敢看看到口气黑啦？我就叫我的，就够大了！这边啊，我眼那边忙哦，真的假的？别给我吓死惊啦！我真的。 我收惊啊！我正重的，可以吗？让彩燕来，彩燕，你别都在听，别都在他听。我靠，有啦！我听详细啊，听一下。啊，你嘛个讲到，别，台语听无要紧啦。啊，你台语讲到，彩燕，那位伯伯是无害的，对，他没有传染病。 我是有机的，它是有机的啦，谁没有？男生没有机的，啊，你没对了哦，慢点乱丢哦，没，我给他抓了啦。